一下吧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姜哈。哎啊，没有没有，它这个是实心的。嗯，这下真的要嚼烂了，被它的外表迷惑了。哎呀，这个就只能嚼一嚼，不能咽下去的哈。哎，幸亏我有准备呀，小剪刀把它剪开。嗯，好。哇，太漂亮，太漂亮了吧！哦，倒满一点，倒满一点。好，我倒。哇，天哪，简直就是视觉盛宴的吧，宝子们，太漂亮了吧！先吃一个再说。嗯，我哎呀，嘎嘣嘎嘣，一点嚼都嚼不进去。来，拿这个小辣平糖的这个勺子来咬一点点吃一下，你多咬一点它就露出来。哎，咬上了一颗大的珍珠。哎，你哥哥，哎呦，谁家糖这么硬呢？天哪，比我那个跑出来的豌豆都还硬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哎，试一下这个粉色的，全部都掉了啊。演员一样的，哎，又是废牙的一天，你根本没有味道，你根本又咬不动啊！今天我是失败的阿祖，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